国再安怎讲，我彭世国是东东吉星公司的董事长，嘛是美满的翁婿，我都唔相信讲我会输予迄个李承恩。一定是美满回来啊！看你这尔失望的表情，你应该不是在等我。安怎？你搁喷香水？你到底是在等什么人？啊，你也不是不知道大门的密码，啊，回来搁要试电铃。我就是惊，我直接未来看到不应该看的画面，我搁要去看眼科嘞。你是搁讲伊搁对去啊？那你讲，你无伫咧公司，你是去创啥？我去处理一个代志啦。是啥物代志？公司大细项代志，还佮你的叔叔有倒一项是我唔知影。敢讲，我都袂使有家己一挂私人的空间吗？你就是无想要互我知影。你一定是去做啥物袂记事的亏心事，才无想要互我知影。明慧，你即摆讲话，哪会遮尔啊歹听啦？无你佮希望我安怎讲？啊，我家到底是咧等啥物人？我无啦，佮讲无，你就是咧等人。你即摆是想要找我冤家是无？明明是你有代志问瞒我，你佮我插卡恶人。明明是你佮我找麻烦。真正有人来啊！世哥到底是咧等啥？系啊啦，明慧即摆无欢喜。阿美满来，佫偏偏拣这个时间来。你到底是约啥？我无约啥。哪里这个时间，谁来厝诶？我哪会知影？若准你无相信，你会使家己去看卖下啊。四哥啊，你甲小康即摆是安怎啊？哈，啊小康即摆状况安怎？刚刚伫咧病院哈。我今嘛伫咧厝门口口啦，不过我唔知要怎入去啊。你咪话是咧讲啥？明慧啊，你听我解释好不好？哎，你拢伫咧哦？小康，小康，小康哎，哈？这个时阵，小康当然是伫咧学校上课啊。你唔是讲你要去接小康？明慧啊，我知影啦，你真要紧，真疼惜你的囡仔。啊，不过吼，小康嘛是细个的囡仔，你袂用这样偏心啦。哎，啊，恁两个讲讲话啊，这小康今麦到底状况安怎啦？探长，美满今麦伫个，你着讲好清楚，看小康到底是安怎无爽快。若是有需要，我会当替你敲电话叫救护车，敢免伊误会我。四哥，恁会今麦在讲啥哈？我嘛就是要知影，你安怎解释？四哥，你得紧讲话啊！小康也无代志啦。你拄则打电话甲我讲吼，小康破病啊！你若有话想要甲我讲吼，你就直接讲，莫用小康做借口。好啊。现在小康没事情，你可以走啊。不用你说，我也想要走。美满啊，我不准你走。彭世哥，我们两个现在在说离婚哦。再说，敏慧现在住在这里，你不希望我走，敢说你想要叫敏慧走？我不是这个意思啦。不然你是什么意思？你说清楚啊。规定，我就是不要让美满在病院照顾一个跟她没关系的女人啦。你看，伊讲出来啊吼，伊用小康做理由叫我回来，是为了这哦。无唔对，不管安怎，只要咱要离婚，你就是我的太太，我当然嘛是爱顾我的面子啊。彭世哥，你常常顾顾讲，伊是你的太太，那你话算啥？恁今嘛一个是我的太太，一个是我的红粉知己，你要来照顾我的生活，哪里嘞？就是我做伙拍牌的好帮手。安尼就完满了呀！你真的
比更小哎、欸！你就想要大帽子伊，想要想看